忍一下啊，轻点。这几天不要沾水啊。飞，小菊。小菊，你没事了吧？医生怎么说？哦，就是破了点皮，没事。林佑，你多少名？我第二名，没想到跑步还能拿奖。要是你没摔的话，肯定能拿第一。恭喜你啊！哎，十一，刚刚小菊的伤口是你包扎的吗？嗯。你不晕血了？啊？好像是哎，我刚才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不用转专业了，太好了。我还想着，估计下学期要休学了呢。现在我想好了，我会跟老师说我不会转系，即使休学一年，我也会把晕血症治好的，因为有人支持我。哦，合着光小菊一个人的功劳呗，没我什么事儿。行了行了，都有功劳，行了吧？快回去吧，我在这陪小菊，行吗？啊，一会儿医生回来看到这么多人在这待着，肯定要生气了啊！那行，小菊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好好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小菊，走了。小菊，你还记得你跑400米前我跟你说的话吗？嗯，你就是你自己，不用向谁证明什么。哎呀，我没想证明什么。骗鬼呢？刚才勾白拉了。你参加400米不就是为了证明不比林佑差吗？在我看来啊，你不比任何人差。